不是八字偷人家的？不，他不是偷的，他是顺手牵。我早知道你们家八字手脚不干净，不好好教育，要进去。他进不去，我非把他打死。打死你进去啊！我跟你说要好好教育，好好教育，听到了吗？哎，好好教育，好好教育。哎啊！我好好教育。这鸡是谁家的？这鸡，是宝根婆婆的。乡长，阿满乡长，你是？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我你都不认识啦。啊，是罗村的细妹子吧？细妹子，细妹子多土啊！我叫美艳、啊，从广东打工回来了。早回来了，现在是县里楼坝基建有限公司的公关小姐。哎，你变得好灵活啊！多谢夸奖，不好意思啦，乡长啊，上车。上车。嗯，我们董事长兼总经理陈老板设宴，专程请您光临赏脸。陈老板，陈家集的陈家辣根呐、啊嗯，他现在可发了，嗯、是远近闻名的大款。嗯，乡长，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哦。吃饭我吃过了。吃过了、啊、你看肚子吃得圆圆的，那我们跳舞去吧。你说话别扭好不好？你一扭我要头晕的啊！吃过了啊，去嘛，我陪你。你看我这两腿泥一身汗进不得那个地方、啊、乡长，乡长，我们村计划生育的事儿我正要向你汇报呢。我正要找你呢啊。你帮我拿一下、啊、别让他跑了啊。我说行了，就那么定了啊。
你呀，赶紧派人把在外边打工的三嫂给找回来。路费乡里头出啊。乡里出？你呀，哼，我们村里可没有这笔经费。你听我说嘛，三嫂超生费用自理，还要罚款，否则其他对象不服气啊。哎，办事一定要公道，哎，群众才会满意。乡长，你还没走啊？我拿着鸡能走啊。哦，谢谢。乡长，跟我去吗？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办，我走不开啊。哎呀，乡长，别扭啊，跟我去吗？你扭，我真的会头晕的，你别扭好不好？我还要到宝根婆婆家去还鸡去啊。乡长，再见，再见。你怎么紧追不放啊？哎呀，不是我美艳吹牛，还没有我请不到的客呢。就是县长、市长我都请过，还没落过空呢。今天你危险。乡长，我要你去玩玩嘛。别扭，我头晕了。好吧，回去告诉你们陈老板，他的用意我明白。建陶瓷厂关系到我们乡的经济发展，他要真想干这事儿，就不要耍手腕啊，公开竞争，参加投标嘛啊！将来拍板的还不是你乡长？乡长哪能一手遮天呢？集体拍板，告诉你们陈老板，有事儿到办公室找我啊！那一定请乡长多关照了。哦，乡长，你过来一下。干嘛呀？老婆，我回来了。快快进屋吃饭。哎呀，你怎么了？牙疼。要紧吗？没事。怎么还没吃饭呢？我今天杀了一只鸡，咱们家出了大喜事儿。小芳，你爸回来了。来了。哎，到底什么喜事啊？快给你爸看呢。爸爸，你看。中间大学啊。俺有个女儿叫小芳，长得聪明又漂亮，小芳比她爸爸强，比她妈妈更漂亮。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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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怎么了？不要紧吧？扎了一下。小芳，快给你爸爸倒洗脚水去。哎，真是看你高兴的。怎么样？不要紧吧？没事。哎呦，你牙疼得这么厉害啊？刚才抹了点红药水。我看看。进来。哎。穆阿满刀枪不入，看见你这么迷人的小姐，他不动心。动什么心呢？像木头一样。木头？哼，我硬是不相信。当乡长的不贪便宜才怪呢。哎，有的乡长都肥了，酒色财气全沾。他跟别人不一样。哎呀，唉声叹气。小芳考上了重点大学，交学费的钱还不够呢。银行里咱们不是有钱吗？我算了一下，还差3000。想想办法。想你个头！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吗？有什么好商量的？跟着你呀、啊，只有苦一辈子，穷又穷，硬又硬，冒坑里的石头。人家送上门来的东西你都不要，你呀、啊，真是个木头乡长。连你也骂我木头。哎，现在老实人吃亏。吃什么亏呀、啊？吃了亏都不晓得，木头。当干部，在钱的问题上，木一点好。把原先那个陶瓷公司啊推倒，啊，重新来，我们不要怕失败，反正这回呢计划的好一点啊，在原先那个基础上呢，在这儿搞一个陶瓷厂啊，现在搞陶瓷厂呢，我觉得您可多花点钱，搞得现代化一些，只有现代化的产品，才能走向世界，啊，是乡长，这资金问题怎么解决？钱的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过我相信，面包啊不，咱们中国人吃馒头，馒头会有的。乡长，哎，乡长，建农行钟科长来了。好啊，财神爷来了，财神爷，给我们送馒头来了。好，哎，办公室坐，办公室坐，随便坐。阿满呐，哎，前几天我打电话找你，你不在。到乡下去了，你可真是个坐不住的乡长啊。哎呀，这回更坐不住了，请喝茶。陶瓷厂要上马，钱不够啊。老钟，这回贷款我需要这个数，这个数。嗯，800万。今天你要是不给我这个800万，你就别想走。你这绑架呀、啊、你。哎呦，钟科长，我跑你们银行两个腿都跑肿了。哎呀，这事儿哪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你们行长都跟我说了，必须你个信贷科长点头，要不他不能批。钟科长是关键中的关键。小米姑娘，你可真会说话。哎，小米啊，你去准备准备，钟科长今天在这儿吃饭啊。不不不，不客气，不客气。哎呀，钟科长啊，关于这个陶瓷厂，嗯。我是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我们不搞景德镇那样的戏子，哎，那个工艺太复杂，还要一大批工艺师，我们没这个条件。哎，我搞粗瓷，粗瓷，粗瓷，我们这儿过去搞过，有这个传统，哦，一批老师傅现在还健在，请他们出来当指导。农村还有一大批富裕劳动力，我相信。爸来了，来来来，边吃边谈。哎呀。哎，小明啊，啊，带你一块吃吧。我上食堂吃去。钟科长，您请。好，这是工作餐。老钟，说好了，以后有机会上我家去，我一定让我老婆烧几个好菜给你吃啊。是是。老钟，你相信我，我一定保证如期的偿还本息啊。绝不让你在我这儿犯错误。我考虑考虑啊。我可都不急啊。要不这样，我把铺盖卷搬到你办公室等你考虑啊。你可不要胡来啊。我这人说到做到。吃饭。我吃饱了。你的饭量就那么点儿啊。小芳，你到外婆家多住几天，轻松轻松。这段时间为了高考，你也够累的了。妈，那我走了，爸可能中午又不回来了啊。嗯，小芳，路上当心呢。哎，对了，妈，我的学费准备好了吗？这个事儿啊，不用你操心啊。爸，听说去年刘家乡的梅英，她也考上了大学，就是因为家里穷，结果没去成。是啊是啊，我也听说了。可我们家也不富啊。爸，你爸呢又是个木头乡长。不许你说我爸木头，我爸呀是最好的爸了。好好，不说不说。
那我走了啊。嗯，一路小心。我知道你爸是好人，可这一个月300多块钱的工资能干什么呀？乡长在家吗？嗯，你是？哎呀，桂香，乡长嫂子。哦，我是陈家的辣根呐。哎呀，快快屋里坐，屋里坐。哎，来来来，随便坐啊。哎，乡里乡亲呐，乡长嫂子，我们还是远亲呐。那太远了，那都拐了几个弯了。听说你在做生意啊？啊，对，我现在是楼霸基建公司的总经理，专门盖楼。楼霸？那你是一霸喽？嗨，现在都实行这个霸字，你没见？有梁霸、玉霸、布霸、鞋霸、钢筋锅霸，我这是赶潮流。喝茶。哎。听说你女儿考上大学了，恭喜恭喜啊，这是大喜事儿啊，为爹娘争气呀。乡长不在家？你有事啊？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乡里最近有个基建工程，想请他关照一下。哎呦，这个事儿啊，你得当面跟他说，他这个人呐，脾气死倔。事成之后啊，我们一定会重谢的。我陈金生的为人远近闻名，谁对我好啊，就是割下我的脑壳当囚鸡都可以。哦，这点薄礼啊，哎呦，先请收下。不，阿满最烦得收人家的东西了。嗯，这算什么，又不是贿赂，收下人情往来嘛，如今要供养个大学生也不容易啊。那哎，陈老板，这上面这盒是给乡长的。给乡长的？我们不能吃啊。不，能吃，通吃。那我不等他了。哎，上面这盒放心，我和女儿小芳都不能吃。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喜欢我们还会送来，不过事情一定要请他帮忙啊。哎，留步。哎，跑得真快。不在家，他老婆高高兴兴的收下了。我说过嘛，女人都贪财。去你的。嗯，看乡长。啊啊，哎呀，你回来了。哎，吃饭吧。吃过了。这满头大汗的，来来来，擦一把。哎，我说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女儿考上大学了，当然高兴了。哎，我那宝贝女儿呢？啊，她已经走了，她等了你老半天，还说呀你是最好的爸爸。我说你今天怎么眉毛鼻子都笑出声来了？我没有啊。瞒不了我，十几年夫妻了，都熟透了。去。哎，这点心是谁送的？啊，我弟弟送来的，祝贺外甥女儿考中状元了吗？哎呦，舅老爷还挺客气的啊。我去烧水给你洗澡。哎，阿满，阿满，哎，老同学，哎，阿满，你这是干什么？哎，小芳考上大学，我们都高兴，早就想来打个转，没空。哎呀，来就来，还递什么东西呢？咱俩什么关系啊？还客气什么呀？啊，哎，你老婆生病，我一直没有时间去看他，怎么样，好点了吧？好多了，现在在家休息呢。啊，谢谢。哎，试试看啊，来得正好。
这给你老婆，算是我一点心意啊。不，这热怎么好意思、啊？你不拿，我也不拿啊。哎呀，我说阿满，你看你真是，我这不是成了换礼物来了吗？坐坐坐，不坐了、啊，店里面忙，我也是抽空来的。啊、走了啊。哎，你有空来坐坐。哎，好。阿满，水好了，快去洗吧。哎。刚才那点心呢？水跟老婆病了，送给他吃。啊？你？这不，人家水跟送来了礼，一来一往，合情合理嘛。你这个你怎么了？木头，木头！你快点走行吗？你腿上鬼给缠住了。叫你做点事儿，就跟割你的肉一样，磨磨蹭蹭，扭扭捏捏的。你走路连脚都抬不起来，像你这样还吃饭，吃土，叫什么叫？你干什么？我跟你说话你还瞪眼？吃土就吃土。二力哥，哎，你们爷俩这上哪儿啊？我们去买化肥呀、啊。哟，现在这化肥可紧张了。不要紧的，我认识人，可以跟他们商量商量。哦，开后门啊！这太阳火辣辣的，来来来，先坐下休息休息啊。来来来，坐坐坐，你们生意好吧？哎，还凑合。二力哥啊，买化肥呀、啊，就叫爸爸去买嘛。哎，你不晓得我这儿子。他好吃懒做，懒得蛇钻裤子里都不愿意用手拉一下。这钱不能落他手上，要是落他手上，哼，就回不来了。干什么？拿出来，拿出来！生你这种儿子真是丢人现眼了。你看我说话功夫，这都包烟，你手脚多快！我没偷，买还不行吗？你卖烟的钱呢？说，你说不出来，我踩你！二力哥，别老骂，还得教育啊！教育不好了，他气得我硬是吐血呀、啊！这烟卖多少钱？买烟干啥？买化肥送人情啊！二力哥，这烟60多呢。哦。这点心卖多少钱啊？你看这包装就知道好不好，是昨天一个朋友送的，我老婆她不爱吃这干巴巴的东西，就摆在这儿便宜卖了、那就卖给我吧，正好送人情，市面上起码40-50，你要就给20吧。好的好的。好，你干什么，哥们儿？我这么大年纪，你叫我哥们儿？老大爷，嗯，我说你这点心哪儿买的？就在那边村口。哎，等等，点心，嗯。不对嘛，啊？有什么不对啊？我们一没偷，二没抢，这人可真古怪。哎，等等、哎，我说哥们儿，呸，老大爷，您别误会，我看看，是我也想买。我说你这个人有完没完？等等，嗯。哎，我跑什么我？你好吓人呐、哎！老大哥，呸，老大爷，求您帮个忙，这点心啊，我想要，你要多少钱都行啊！哎，我说，你干嘛非要买这点心？不瞒二位说啊，我老婆她人工流产，非吃这点心不可。我，你们这点心多少钱买的？20多块。好好好。我给40、哎、啊，我给40，不行，拿着。不，
不行，没关系，没关系。不，我这是送人的，不要不要。好。哎，不行啊！谢。爹，这生意不错，还没到家就翻倍赚。哎，你等等！爹，爹，你别给他，你给我呀！快，开车！哎，同志，你，同志，哎，我说你干什么？你可不能反悔啊！你，同志，这个钱我不能要啊！行，哎。你这钱我是老大爷能要啊，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不是，你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不是，我不能要你那么多钱，我那盒点心是20块钱买的，我只能收你20块钱。哦，给你，原来是这样。我说，哎，你这傻，你不要把人家20块钱拿走啊，那是人家的。哦，我这给你也一样。哎呀，算了。小米，吃饭了。哎，乡长，阿满叔，缺钱呀、啊？我存折有1000多块，你先。你好不容易攒下钱准备结婚用的，我怎么能这样借钱呢？应该我有钱借给你才是。乡长，我自有办法啊，只要我一开口，就解决了嘛。阿福在吗？啊，阿福啊，我是阿满呐，深圳回来啦，发大财了吧？啊，我想问你，这个，今天天气很好啊，再见。喂，王俊吗？我是啊。没事儿，有事儿我一定要找你的呢。今天我我哎呀，我主要是问你全家好啊，再见。哼，哎呀，水干一瓶酱油。好，给你钱。哎，老同学，你找我吧？对，不，对，那就快坐吧。哦，对，快坐，坐下就说完了就走。什么事儿？啊，说吧。生意挺好吧？反正够吃够用。好。哎，比起你们这些当乡长的差得远了，样样都有人送礼，不拿白不拿。你以为当干部的都在捞啊？阿满，我们是老同学，在真人面前别说假话。我问你，今天找我做什么？哎，你说我是来干什么的？钱，你是为钱来的。猜着了，给你猜着了。水根啊，你这几年做生意都成了精了，还不好意思。一路上转了好几个圈呢、啊，心里直打鼓。我都看见了，这有什么？喏，数一数，3000。3000，真好。错不了，同志简直是宰人，太宰人了，有这么宰人呢、啊？就是太宰人。二林，
啊，穆乡长，谁宰你了？啊，这简直是用杀牛刀宰人呐！怎么了？我们刚去买化肥，昨天还是170呀、啊，今天就是210了啊！那么凶，大农忙的跑来跑去，我们有那么多时间？阿丽啊，啊，我说你别跑来跑去浪费人工了，我先给你50块钱好吗？哎，好，你先把化肥买回来再说。这事儿我一定派人去查。啊哈，这么乱来还了得？是得好好查查。谢谢你，乡长，下回赶集我还你。给，干什么？见了钱眼又直了。八子，要学好，偷鸡摸狗的事儿做不得啊！你听见了吧？走、啊。谢谢你，乡长。不谢。当乡长这么有钱？当官的事你少问。走。啊，走。水哥，写个借条。什么借条？哎，借钱打借条手续。搞什么名堂？你自己的钱写什么借条啊？我自己的钱。哎呀，你不是送给我两盒点心吗？上面一盒里啊，哎，就放着这个大红包。红包？你收了人家红包？说。你说呀，啊，平时嗓门大得像个锣，现在成哑巴了啊，坐地不语了啊，你说呀，说到底谁送的红包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啊，这东西收不得收不得，你就是不听。你给我送回去。我就是不送，你敢怎么样？你，我不过了，我受够了气。我怎么给你受气了，桂香？少叫我的名字，从今往后分开过。滚！干什么？别摔了！这是干什么？我把衣服拿去洗一下。你妈就是疼我。去，妈，我知道你们是在为了钱的事吵架，可不是吗？刚才小芳。大人说话小孩不爱听。怎么不能听？他都18岁了。上楼去。不要上。上楼去。不要上。妈，你别叫了。你们不要为我的学费发愁了。交不起学费我不去念大学了，总可以了吧？这怎么行？那你妈得上吊。妈。好，吓唬你是假，逼我这个老头子是真。我逼你什么了？我逼你什么了？好啊，我刚回家你们就吵架。我走，我回外婆家去。小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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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走了，你把孩子气跑了，我不会饶你。是我，当然是你。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走，要走多远走多远。明天呢，办离婚。你怎么可以把门关了？你怎么可以把老公关在外面呢？走，走你。这走不得，这是我的家，还要家呀？这个家散了的好，散不得，散着要离啊，离不得，离了我再找一个。都老太婆了，谁要啊？我是半老徐娘，徐娘比你年轻多了。那是我没化妆，化了妆是水仙萝萝卜。你走不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你不能走。你走了以后谁烧饭谁洗衣服啊？我是你家的佣人呢啊，做事就有我的份儿，说话就没我的份儿。你说嘛。别碰我。没碰。讨厌。好，你坐。好，你说。你笑了。谁还会笑？刚才好像是笑了一下。你才笑。哎，夫妻嘛，今天吵嘴明天后悔。我死开。桂香，你得总得听我讲点道理嘛。有什么道理好讲的？你有理，我没理。你好，我不好，什么都是我不好。桂香，你可别哭啊！你当了这么多年乡长，家里要钱没钱，要东西没东西，还不如人家杀猪放狗的呢。女儿上大学的钱都没有，别人都认为我跟着你享福。其实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桂香，别哭了，你一哭我心里边酸。你还知道酸？跟了你这18年，吃了多少苦？想当年，想当年，你是心灵手巧，模样又好，好多小伙子追我，我都不要，偏偏跟了你。你呀、啊，你是一箩米不捡，捡了一箩筐。阿满呐、啊，阿满，你别哭了。哎呀，我不后悔，我是自己愿意的嘛。我是逗你玩的。桂香，这钱是个好东西。小芳上学，我们还差3000块钱，我知道。可是陈大根这个人，陈老板很能干，我看靠得住。哎，我看这个人邪头鬼脑子。我听说陈大根做人够意思，又精明又能干。你呀、啊，不管了。这3000块钱拿下了。哎，不能拿！我借还不行吗？我借又不是你借，我借。只要女儿能上大学，管不了那么多了。哎呀，怕什么？哎，你，你上哪儿去啊？我不和你离婚。同行，我和你同路不同行。我还有两箱。我错了。怎么说句错了就行了啊？走，派出所去。县长，你行行好，下次我再也不敢了。麻子，做贼打抢的事儿做不得。哎，县长，我该死。县长，你就拿我当个兵发了吧。以后不能做这事儿、啊，记住了，回去吧。谢谢乡长，回来。乡长，我一定干，一定干，一定干。爸子，我有个事儿，你帮我个忙啊。你说，我一定拼命去做。这个事儿不能跟任何人说。你放心，我死都不会跟别人说。等等。把它赶快背上。哎，这里面是什么呀？彩电。搬到哪儿去？搬到你家去啊。做不得，做不得呀，乡长。哎，人家会以为我是偷来的，派出所会把我抓起来的。乡长，抓起来我会来保你的，这又不是真偷啊。告诉你，拿出去把你卖了，卖了的钱赶紧交给我，知道了吧？知道了。你卖彩电做什么？我急着等钱用啊。你等钱用？嘿，你们当官的还缺钱花呀？女儿上大学，交不出学费呀、啊，这是真的。哎，东西都拿出来了，还会假？哎，你以为当官的都在捞，
有捞的，但也有不捞的。啊，一定听您的话，再也不偷东西了。啊，八子，以后一定要学好啊。哟、啊，好重啊！这可是苦差事。乡长，我好怕坐牢啊！我要是进去了，你可一定要把我出来呀、啊！你当心，别碰坏了彩电。抓贼呀、啊！抓贼！有贼呀、啊！有贼呀、啊！在哪？丢了什么东西没有？哎呀！钱没有了！彩电没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别着急，看样子那个贼没走远，我去追！快去追呀！抓贼呀、啊！哎呀，你快喊呐、啊，喊响点！我嗓子哑掉了！抓贼呀、啊！轻点轻点，人家都已经睡觉了啊。你死都不改，现在又偷起人家的电视机来了啊？不是，爹，不是啊，我这昨天晚上你半夜回家就钻进柴房里，稀稀嗦嗦的，我准知道你没干好事。爹，我真的不是偷的，你不是偷，还是人家送给你的。爹，我是做好事，错呀！冤枉啊，爹，冤枉啊，我是做好事啊。哎呀，我为你这个儿子给我丢脸丢尽了，别打死你，我打死你了，给我丢了什么呀？乡长救命啊，李二弟啊。哦，乡长，你总是打当先又怎么了？你让他自己说，不说我也能知道，肯定又偷了东西了。乡长，他偷了人家电视机。那也不能打，叫派出所把他抓起来不就得了？啊！乡长，你说过，我说什么了？啊，八子，你叫我说什么好啊？八子，你要是真抓进去了，你叫我怎么办呢？啊！乡长，你千万别让派出所的人抓他呀！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行行善，积积德。他下次一定改，东西一定还给人家。八子，你真没出息，该失手的不失手，不该失手的偏失手。你最近还偷过什么东西？没有，没有。你到底改不改呀、啊？改，改。我没问你啊。啊，你快说呀、啊，改，改。我改，我一定改。那电视机怎么办？送回去。你改，送回去你该死。啊？不，你不送回去你该死。啊、哦，你听着，这个电视机啊，你赶紧这个，给我送回去。我明白了吧？谢谢你，乡长。八子，你一生一世都不要忘记乡长的大恩大德。行了，不用谢了，我走了啊啊！赶快给我送回去，一定送回去，一定送回去。乡长，乡长啊，你可真难找啊！我在乡政府找了你半天，你怎么喜欢在这乡间小路上转悠啊？乡长，乡里生，乡里长的嘛。嗯。哎呀，过来一点嘛。哎呦！哎呀，哎呀，你过来！哎，你过来嘛！乡长，怎么把他还没处理掉？你怎么搞的嘛？我，乡长啊，这里说话不方便。你怎么？走远一点声。再走远一点声。哎呀，你再远一点嘛！乡长，你别紧张。背过来去。我们陈老板问他前两天送的两盒点心，你吃了吗？吃了。好吃吗？什么好吃的？吃了去死。
我们陈老板说，如果好吃的话，今天晚上再送两盒到你家，去坐一坐。不，回去告诉你们陈老板，他得请我领了，谢谢。乡长不必客气，一点心意嘛。你们家里不好谈，到我办公室谈好吗？好的好的，乡长你可真好。乡长，我看你会升官发财的。行了，你不把我搞得犯错误就行了。哎呀，你124个放心，陈老板最稳当最讲情义的了。拜拜拜拜。乡长，我看这个妹子蛮喜欢你的。别说鬼话。乡长，你不要钱又不要女人，太过硬了。少说废话，这彩电他们还没卖掉。如今啊，这人们都想买新的，旧的难卖呀。乡长，我看你还是拿过去吧。爸子，我有难处，我怎么求你办件事你都办不到呢？乡长，哎，哦，季水哥，你们家三媳妇回来了吗？啊，回来了，昨天结扎了，还罚了款。谁让他不早点回来，影响村里的计划生育，当然要罚了。对对对，以后啊，以后不会再生了。结扎了当然不会生了嘛。你呀、啊，我说你的老思想应该改一改。女儿有什么不好？我就是个女儿，考上了重点大学，哪儿比儿子差呀？啊，我也不是老思想，就是我那儿子他不听我的话。你呀、啊，你叫你三儿子上我家来。好，我好好跟他谈谈。哎，罚款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拿着，拿着，给他营养营养啊！不，这不行啊，乡长。你好，你好。哎，上午再考虑。乡长，就耽误了两天。两天，农村的活一天都不能耽误，你知道吗？乡长，这件事你不清楚。什么乡长不乡长？我不清楚，我是农民。哎呀，赶快回去把农事追回来！走走走，回来。路上喝，天那么热的啊，路上喝啊。啊，你好，小米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你电话打了吗？啊，打了，他已经开车出来了。啊，瞧，就这个红包。3000块。你婶子还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一跳三尺高把我骂死哦。阿蛮说，你害怕了吧？不怕，有点慌。那还是怕吗？你婶子再怎么骂我，也比戴贪官的帽子要好受。来了。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七上八下。哎，没关系。啊，陈老板来了，欢迎，里边坐，里边坐。陆乡长，几次邀请你跳舞都不赏脸。我这人木手木脚的，跳起舞来像捞瞎子似的，自己看都不顺眼。没关系，明天让美艳教教你啊。陈老板，你是这可不能漏啊。没关系，都是自己人。哎，红包里包了3000块，对吧？这事儿最好秘密一点，那个没有隐私啊。隐私？这够隐私的。其实乡长啊，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是一乡之长，又管基建，听说陶瓷厂今年要开工，我是想请你帮这个忙啊。啊，是啊，帮了忙不会亏待你的。凭良心讲，我很缺这3000块钱啊，我也很需要这3000块，可是这个3000块要我拿，胆子太小，我不敢。哎呀，乡长，想开点，现在有几个不想捞钱的？捞得到顶呱呱，捞不到啊是傻瓜。哎，你别太认真了，怪不得
你老婆都说你是木头香肠。陈老板，你干这事儿就不怕坐牢吗？要靠，也先靠你老婆呀、啊。我行贿，他受贿，受贿的判得更重。这点法律啊，我懂。不过，乡长，我佩服你。不管这钱你收不收，我觉得你这人有骨气。哪天真要把我抓起来，打死我都不会把你招出来的。哎呀，乡长，多有义气啊！你算上遇上真朋友了。哦，我都要掉眼泪了，乡长啊！哎，程老板，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看来这钱我是不能不收了。别扭。陈老板，说到工程，我这儿还有一个工程呢。什么工程啊？希望工程。啊？陈老板，我们山里有好多孩子连书都念不起，这钱我捐，还不是以你的名义捐。那陶瓷厂的事呢？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我策划战术。那就多谢了。小米，开收据，发奖状。好嘞。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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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穆乡长对咱们说优先嘛？那是一句现成的话，到时候给我做是人情，不给我做是本分，我们还是干瞪眼。我可是把浑身本事都用上了啊！有了。有什么了？他正在求银行给他贷款，我们让银行卡他。银行是你家开的？钟科长绝不会向他穆阿瞒。钟科长，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哎，八子，你扛的是电视机呀、啊？哎，我拿去帮人家修的。哦，哎呀，会不会是阿满家丢的那台彩电呢？哎，阿满，你家被偷的彩电呢？有着落了。什么着落？是刘家那个八子偷的。水哥啊，这事儿千万别跟我老婆说啊。我已经跟她说了。哦，走，跟我上派出所去。乡长婶子，我求求你，我真的没偷啊，偷了我不是人。你没偷？那我们家彩电自己飞出去的？差不多是自己飞出去的。彩电呢？没卖，价钱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销赃还挺沉得住气吗？不是销赃，是帮忙。帮忙？帮谁家忙？哎，帮你家忙啊。你说什么？站住，别跑。你偷我们家彩电还说帮我们家忙，到底怎么回事？快说，不说我送你去派出所。你好，我说，我说说，你可帮了我的倒忙了。哎呀，这原来这么回事啊。哎，阿满，这桂香会跟你没完呢。就是嘛。哎，阿满，阿满他来了。水哥，你可要帮我忙啊，你就说我不在啊。你就说没看见我啊。好。你就说不知道我上哪儿去了啊。行。哎呦，桂香嫂子，他人呢？他不在，可能下乡去了。刚才还有人看见他在办公室呢。我们家丢了彩电，是中了家贼。家贼？阿曼他自己偷自己。有这样的事儿？我不跟他过了。啊？哎呀，都怪我多事儿，都怪我多事儿啊！哼，好啊。你躲在这儿看报，入了神了啊？穆阿满，你装什么？
桂香婶子，是你啊？什么事儿啊？阿满呢？啊，他不在啊。不在？他肯定躲起来了。啊，乡长躲你？不会吧？哎呀，小米啊，他这个人呐、啊，木起来好木，鬼起来啊，鬼个灵精。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吗？他居然勾结小偷。桂香婶子，他可能到村里去了。他真的不在？不在，他真的不在。哼，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他总得回家。婶子好走啊。钟科长，你来了。哎，你坐啊。哎，我回去了。哎，钟科长，乡长不在啊？不在，贷款的事可是我主动来找他的呀。钟科长，我在这儿。哎呦，你躲在这儿啊？小声点。好啊，穆乡长，小米，你们串通好了来骗我。这，婶子。这个我是我是在逗你玩的。你和八子，你八子，我一定对他进行好好的教育啊。我们家彩电呢？彩电拿去修了。哎，你们打的什么哑谜啊？我们经常开玩笑的，做做迷藏什么的。快快回去烧饭去吧。好，请坐请坐。你哎呀，你什么时候回去？回去我还要陪钟科长吃饭呢，吃完饭还要陪他跳舞。今天晚上我们乡里在举办文艺晚会，幸亏我们乡在各项指标名列全县第一。好，喜事儿啊！那家里的事儿，先公后私嘛。老婆，你先回去吧。啊，钟科长，我们这个陶瓷厂建成以后，估计每年有100多万的收入。穆县长。我在办公啊。这俩声调不一样啊。回家去。阿满叔，今晚回家麻烦了。夫妻嘛，正常的。阿满，在老婆面前要遇到风度，不能够太软弱了啊。男人呐，适当的时候要有点男人气概。钟科长，大哥大响了。嗯，你这人呐，啊，在老婆面前应该严肃一点。喂，是你老婆打来的？我怎么会到处乱跑呢？我是到乡里来处理一点事。哎，小心！哎呦，小心！钟科长，你不要紧吗？啊，没事。大家都说你是海亮。哎呀，瞎说！今天联欢会，大家都惯我。你说我能受得了吗？不管你醉没醉，这800万贷款你可是点了头的。喝酒以前我说的话都算数。好，我为你点首歌。不行，我这个嗓子像是公鸡。他老鸭还唱歌呢。联欢会嘛，既然来了就乐一乐。钟科长，哎呀，害得我们好找啊！这就是钟科长啊！哇，真帅呀！当然了，你们是？你还不认识我吧？我是楼霸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金生先生。哦，陈老板，你昨天到我家去过是吗？对对对对。这位是 B 公司的公关小姐美艳。啊，美艳。名字好，人长得也漂亮。谢谢，很高兴认识钟科长。好。来，美艳，今晚陪钟科长多跳几个舞哦。那当然了。好，来来来。哎呀，你们昨天晚上到我家去啊？老婆今天都跟我说了。你们不要搞那些小手脚嘛。哎呀，一点烟，小意思。我就拿不出手。下不为例，要不
不许再搞了。哎，好好好好。哎，剩你的鸡剑啊，请你顶着木箱上说说，你说一句啊，顶我说一百句。哎呀，人家乡里的事我插不上手啊。就说是亲戚嘛，亲戚本来就亲嘛。我好像喝多了。当老一个干部不容易啊，钱是个好东西，但你要是把别人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边，那这个钱就变成了很坏很坏的东西啊。爸，你的话我懂，为了我上大学你想尽了办法。看来啊，你爸是没本事啊，硬是给女儿念大学给难住了。爸，你冷啊？那么热天冷什么？爸，你不是常说那些山区里的孩子连小学都上不了吗？是啊。既然家里凑不起那笔钱，我就不去念大学了。嗯，你胡说！你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说不去就不去了？你疯了？你傻了？赤脚农民考上大学多大的喜事，你没出息。唉，气死我了。唉，小芳，小芳，别哭啊，小芳笑笑啊，是爸不好，是爸爸刚刚发脾气不好。小芳，小芳好，小芳好看，小芳聪明，小芳，哎呀，你看，多少人想考大学考不上，我们家小芳一考就考上了，你看，哈哈，哎呀，小芳好啊，爸爸高兴的眼泪都笑出来了，你看，啊，小芳，小芳，小芳别哭了，小芳对爸爸笑笑，笑笑，笑笑，小芳别哭了，别哭了。小芳，你放心，你爸是不会被恨奶吓到的啊。这我信，可就是啊，老被妈吓到。我是让着他的。让都让到啊被赶出家门的地步了。哎呀，你呀、有时候也说说你妈妈啊。你自己说嘛。我说他不听，你说啊。哦，原来爸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这个。好，爸，我一定给你撑腰。爸，其实妈说人家的理是不对，可你也做得太过分了，自己偷自己家的电视机。请问新来客的钟科长在吗？钟科长生病了，没来上班。病了？钟科长、钟科长。阿满乡长，你别怕，我生病了啊！什么病？是见不得人的病啊！谁病了也见不得人，就是感冒也害怕传染给别人。来，请进，进来。天那么热，你受得了吧？赶快头上武装去掉吧！没关系，我习惯了。夫人不在家啊？来来来，坐。她真的不在家？小点声。我总觉得他还在家里。你把帽子摘了吧，都出汗了。啊？哎，我真的出汗了哈。
不是给你老婆你说哇哇啊啊夫人跟我闹着玩呢老庄今天我不是跟你讨论老婆的事了哎我们这笔贷款怎么样了啊你可是亲口答应的哎呀老兄啊这个哎手续还不齐全吗啊贷款要下指标你们的这项申请还要各方面的签字哎呀干脆说吧、啊、这是不是程大根在里边捣鬼哪能啊我怎么会帮他卡你呢那不成了你我听说程晋生到处在活动啊他还让美艳跟你跳舞不瞒你说姓陈的是找过我可我老钟还不会干那种缺德事儿上投资场那是乡亲们的大利我的心没那么坏哎，不错我喜欢吃点喝点有时候收点小礼但是我可不敢收这贿赂啊我这我信你老钟也是农民出身啊，心眼不会太坏哎，这个800万贷款到底怎么样了啊哎呀放心我会上紧的阿满你这里也得给我留点面子啊工程上的事儿考虑一下陈辣根老钟你呀、啊、女人的腰耍抱抱就会理直气壮的我哎好我考虑好了不让陈辣根落空那就两全其美了那手续呢咱们尽量简便尽量简便好我走了哎老钟我觉得人民给我们的够多的了而我们往往做得很不够告自己不是别人检举的明明是你自己写的嗯，看出来了你的字迹再变我也认得出怎么回事这事儿还得请你多帮忙快说呀不行啊怎么公安服不让借哎有没有跟那个公安服差不多那种服装哎乐队服行不行乐队服乐队服有没有大盖帽有啊有大盖帽就行反正你婶子认不出来你赶紧给我找个乐队服啊好我这就去哎乐队服就乐队服反正我老婆认不出来哎人呢人可是找不到合适的哎呀穆乡长在吗在在、啊、是我乡长哎呦二弟啊找我有啥事儿我是还你钱的哎呀不着急你不急我急啊今天我去供销社老张退给我40块钱说乡长批评他了说话费不应该那样乱涨价给你我这个人就是不能欠人钱欠人钱睡觉都做噩梦谢谢你了乡长哎二弟来等等还要利息啊二弟来什么事啊我说啊你认识我老婆吧不太认识哦就是你了他行吗
他不认识我老婆是个首要条件。二丽啊，今天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小党实在对不起啊，今天我家的猪要下蛋了。不我这不是买黄豆要给猪下奶吗？你非要帮不可不可啊。小米啊，把衣服让他试一试。哎，别走啊，带上。你这搞什么名堂？哎，你坐下给我。先生，你坐吧。我让你坐，你就坐。把脚落起来看看。哦，把脚落起来。哦，哎呀，这样落。哎呀！二丽啊，哎，你听我说，待会儿没有话你就啊啊的几声啊啊啊！哦，记住。千万别乱说，要是说错了我就咳嗽一声你就打住啊，要是我不咳嗽你就大胆的说下去啊，你一咳嗽我就说，不咳嗽我不说。哎呀，反了。哎，是我咳你停啊，我不咳你大胆说下去啊，懂了吗？懂了。嗯，你不咳我继续说，你咳我就改口，那我说什么？这你放心，小米会教你的啊。哦，乡长，你最好快点，我家那个猪今天就要下崽了呀！啊，桂香，老婆，我不认得你。上哪儿去啊？拜拜，拜拜拜拜拜菩萨去啊！过不成了，分开。分不得呀，夫妻本是同命鸟嘛。分开也好。分开一阵子，反正我们家要大难临头了。大难临头？陈大根翻脸了，因为没有把他的事情办好，他把送红包的事情全捅出去了。啊，你说什么？这下完了。捅出去了？那不会吧。他赌咒发誓说不跟别人讲的。这种人是过河拆桥啊，现在正好在风头上，正好抓个典型。典型？你吃了一辈子的亏，现在搞了这么一次就成了典型了。错就错在不应该搞这一次啊，要撤职的。撤了更好。对，撤职不要紧，这叫受贿，要坐牢的。哎呀，那可怎么办呢？我说拿了包干什么呀？人家以为我拿了包，还以为我是畏罪潜逃呢。你呀，哎呀，快快把包拿到屋里去，快！我要吃官司去了。哎呀，你快点啊！快过来，来呀！哎，哇！怎么走的？我这手。穆乡长就住在这里边。好，自然点。哎呀，来了。快快躲一躲，快躲一躲。老和尚躲不了，快躲一躲。他谁抓我的？说呀，穆乡长在吧？叫你别收人家红包，你就是不听。哎呀，现在还说这些。穆乡长在吧？这是穆乡长，这是穆乡长的爱人。穆乡长，你，我，你，啊，哦，对，今天我不能随便咳嗽。啊，我是上级派来办案的。啊。你们有事儿，我先走了啊！你不能走啊，小姐，我，没事儿的啊。啊，我走了。贵姓？免贵姓刘。你找我有事儿吗？坐呀。当
当然有事了，没事我跑来干什么？又不是吃饱了饭不得消化。请喝点凉茶。谢谢。请坐。不客气。坐吧，坐。最近我接到群众的举报，说我们乡里的个别领导受这个一句话掉沟里了。简单的说吧，就是干了坏事。被举报的不是别人，就是你穆乡长。我不是你还是我啊？我们决定立板侦查。立案侦查，我们乡下都叫案板，意思差不多。这种行为是什么？是那个败是腐败，对吧？腐败不反，砸掉饭碗，砸掉饭碗，只好砸眼。刘同志，你可不要听人家乱讲啊。陈平时局都在我们的手里，现在就要看你的态度了。经济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发展农村经济首先是要搞好农业开发，要多养猪，多养猪婆。今天我家的数据下崽了。哎呀，扯远了，越扯越没名堂了。刘同志，后面后边的问题更严重。后面围巾啊？哦，这个围巾搞得我都不好工作了。你这是？他这是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义务劳动，劳动。小米啊，乡长在吗？啊，乡长不在。他上哪儿去了？不知上哪儿去了。那我到他家去看看啊。讲不讲？说。不说就把他带走。老婆，你赶快给我准备几件衣服，还有一把牙刷啊。你凭什么把他带走？他身为领导干部，冒雨作案。顶风作案，性质严重，影响极坏。冤枉啊，冤枉啊！刘同志，我老公是个好人呐。好人，好人还收人红包？乡长在里面怎么了？哎呀，小姐，你可别掺和了，里面出事儿了。那是我的错，我一时糊涂惹了祸，要做班房我替他去做。桂香，你遇到灾祸不躲，这是我的好老婆。哎呀，去去去，这种时候还开什么玩笑。你啊，你坦白吧。他从来不贪小利，一心扑在工作上，都是我不好，收了人家的红包，我鬼迷了心窍，他和我大喊大叫。像他这样的好干部，你要把他抓去做班房，天都不容啊。乡长，阿满是好人，都是我不好，我害了他，都怪我，怪我瞒着他收了红包。当官的收红包都不是好东西。你们给我塞的红包可把我给害苦了。你那是我们陈老板。我对不起他呀。你别哭，别哭啊，你别把他当真的呀。
我这是在我是在执行公务。你别以为我是博大心肠，你哭两声我就会心软的。我问你啊，你以后会改吗？改，一定改。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其实我老婆是很不错的。那红包呢？在这儿。我坦白，我坦白。钟科长，这是那陈大哥硬给我的，我不要，他硬塞给我，我没有办法呀，我老钟啊，你也收了红包了？哎呀，惭愧呀、啊，县长，我可是主动交出来的。县长，我怎么办？爹，八子，穆县长，是找你爹干嘛呀？我家独生子儿。八子，我没做坏事啊，我已经改了，就别抓我了。你看看，我是你爹呀、啊！哎呀，我以为你抓我来的，你这蠢货！猪婆下猪崽，七只啊！啊，你赶快回去吧。哎呦，我也赶快回去了。啊，原来你是八子他爹呀、啊！啊，你别怪我，别怪我，这是乡长帮我拖来的呀。你原来你是捉弄我。乡长，这红包还是你替我还给陈老板吧。啊，阿蛮乡长，奖也得了，花也带了，陶瓷厂的事你可是答应过优先的啊。优先我这人呢，说话算数。你先给我承包一个厕所啊。就承包一个厕所呀？过几天搞个预算，画个图纸来啊。做个厕所还要画图？厕所也要保证质量。乡长，我服了你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这样的好干部。如果干部都像你这样，我陈大根拼命也要把质量搞上去。我下次再也不搞这样的歪门邪道。哎呀，别伤心了，给你餐巾纸。我不是哭，我是眼睛发胀。哎呀，走吧。再见了。杨书记从县里开会回来了，他说你被评上了省里的劳动模范，还要给你发奖金呢。真的？你还知道回来呀？怎么，连自己的家都不让回啊？哎呀，小芳，哎呀，你回来了。爸爸被赶走了，连女儿也要赶呢。你爸呢？不知道。反正你们爷俩捏在一块儿，合伙气我。你这样说的话，我也不会来了。别走，小芳，别走。二弟哥啊，二弟哥，你商量一下、啊，来，什么事？大伙都把钱凑齐了。是你带的头，这钱还得你自己送去啊。那我让八子跟我一道去。八子跟我一道去。爹，你先去吧，等会儿我撒完这片就来啊。你还笑？爸爸呀，这都是为了教育你，当然方法是有点过了头了，可这呀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上大学的事儿，我是有点财迷心窍，我也知道错了，可这口气没法出。科长啊，小芳，快拿毛巾。钟科长，要是我们家木头回来，那才好呢。钟叔叔，你快擦擦啊。我还学习你们家木头呢。
我是来报告好消息的，陶瓷厂的贷款批下来了。呀哈，太好了，这回啊可以好好谢谢郑叔叔了。这都是你家穆阿满办的好事。别提他，提他我就生气，我今天跟他没完。你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说，这个事。哎妈，嫂子，是假冒公安的八子他爹啊。这全是误会。对对对，你看，桂香，刘二丽邀集了村里的乡亲，给你们凑齐了小芳上学缺的钱。快拿，快拿着，拿着吧。哎呦，这可不敢当啊！不行，不能收。我最了解我爸了，他从来不愿意给大伙儿添麻烦。拿着吧，就是拿着吧，你拿着，拿着吧，你拿着。不要不要，不能收啊！哎，拿着。哎，水根，主人不能收啊，这怎么行？二弟呀，收起来吧，你们的心意啊他领了。是啊，是啊，我们领了。谁又在通风包了？你还回来呀？红包跟上红包不一样，这是我评上的省里边的劳动模范，人民给我的奖励，正好3000块。真的？阿满，钟科长说贷款也批下来了。真的？我太高兴了。别动啊！哎，你别过去，别过去。